啊，马丁靴最初是怎么诞生的 ？A. 为了凸显军队的气势，专门为士兵提供 ；B. 朋克青年改造的，成为了当下时尚潮流 ；C. 医生为了给病人治疗脚伤发明的 ；D. 由农民改造，干农活时防水防脏穿的。其实我觉得 D 有一点道理，但要不就是 A， 要不就是 B。A 是军队的，真的，我确定，我确定。你们选的哪个？又跟我选的不是一个事儿。我觉得是那个，因为我老公最近受伤了嘛，他也要穿马丁靴的那种，真的有一个钉。因为什么呢？他那个跟没有了，他受伤了，然后呢，他又垫着脚这样子走，他才不会受伤。所以肯定是湿，真的。你说的对，你选 C， 我相信你，真的选 C 啊，相信我，各位选 C， 我都想相信你的，但你一跟我讲，我就不想相信你了。我，你们确定吗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先删除那个，我就是 C 啊，C 啊，好，先删 C， 好，一二三，亮题板，一个 C， 一个 A， 一个 B， 完，又是不同的答案 ，C A B 吗？哎 ，C A B 吗？我们先来看正确答案。真的是你说的呀，我都说啦。I'm so sorry， 不相信我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。哎，你都说出了正确答案，你为什么不选 C 啊？因为我队员不相信我，我连我自己是队员，我也不相信自己。他们对自己选了一个 A， 然后就迷惑我们，他迷惑我们，然后说我们是选 C， 然后我们就、哎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问题是刚才有一个人站在他们旁边，又跟我选择的答案不一样呢。我的时尚不是这样的。你现在说什么呀？ 我觉得我的队员的时尚啊，我要向他们多多学习。为什么要选 C 啊？刚刚我们就在想嘛，然后就是马丁靴，马丁靴，然后他的全称是 Doctor 马丁啊，医生马丁。对、啊，然后他就说马丁肯定是个人名，然后结合前面，那肯定就是跟医生有关系，所以在三个里面选择了跟医生。这次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